我是刚刚聊到的113年1月18号，交易站10:14出发的是2月2日，1006，所以刚才就买香港花莲的 PP 之阳哈。2月2日首领发车就没用了，花莲的 PP 之阳啊，在礁溪站停靠了。10:10，1月18号，来车门，15分了。2月2日首领发车就没用了，花莲在礁溪站停靠。刚才出站了，上那边招关闭车门，2月2日收银发到江北银行花莲的 PP 之阳在交易站里面。有台公交车通过，哇塞，通过交易站了，刚好。是电池六分，刚好通过一台功能车，CMB60，那个电车线维修车。远处那一台对吧？我顺势通过。0006单店做 PP 电脑驾驶解说员，2月2日出名发车就没香港花莲的 PP 之阳。1029单店做 PP 电脑驾驶解说员 PP 之阳哦，在礁溪站打开，已经送，已经死，看看情况。